近日又有一张王祖贤在街头卖鱼的相在网上疯传，其实这一张相在几年前已经流传，相中的是在高雄市某个渔港卖鱼的一位女学生，她皮肤白，外表清秀，当年张相曝光之后已经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短短几日的时间已经有上万个人比赞，有网民指她清新的样貌真的好像年轻时的王祖贤，不过亦有人说王祖贤的美貌和拍过的经典在观众的心目中是无可取代。